吹，好像是国语啊。然后我这只手，我是手机还从中间掏出来哦，然后拿着鱼还刀着啊，然后我按键，按自拍或是按那个。我是十米的杆子，十米的哦，超高啊！你人难啦！开始！哎，我看到长长的就要长长的就想要说，因为他说那个会释放氧气的，会清新空气的，真的、哦。对，所以他睡在田里面吗？我都叫他睡外面，就不用种了啊。外面都是树啊，都是树。他还在做瑜伽哎，对，真的哦。他说你，我帮他拗啊，就像刚刚你帮他拗啊，就像刚刚帮孔刚老师拗一样。他心情要硬，他就哀哀叫，但叫声跟孔刚老师不一样。他应该比较斯文的叫吧，孔刚老师那个比较像野兽，因为我。因为我手下面有留情，所以。我说我应该演经纪人，因为我不是像绿叶。嗯。就那个字幕我绿叶用钢琴，我看叶哪有那么漂亮的绿叶，哪有那么老的黄花。我连刚才的英雄的，我刚才拍打给我嘛袂晓做，啊演乖卡，我那个无够乖。进跟客人他适合，进跟客适合我，儿童版的吗？为什么今天头要一直举？现在是一人一顿还是怎样？头很痛吗？很痛，太痛了，血液要让它倒流，叫 A 的，不然会一直丢丢丢丢丢，丢到一楼哦，你到丢爱我红汤来，哈哈哈哈哈。苦行僧的台湾歌谣，台湾第一名，台湾歌谣故事，台湾歌谣晋级第一名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